色的日落吞没在冰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从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Let's go， 往下，往上，对，简单的，很好。Yeah， 再次，后，往前，这可以帮助你改善有双下巴的，有的帮我刷一下，有。帮你改善有双下巴，待会儿让你知道一下怎么做。常常做这样，尤其久看手机的朋友们，有没有常刷手机的？赶快来，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就在今天的直播间。Come on， 一起动起来，左右、左边、右边、左边。如果你刚进来的，帮我们设关注；再看的，帮我们按赞。有些朋友说，怎么直播的时候，刘教练我刷不到直播，各位。我要告诉你们先件事情，越来你会越艰难，所以你们呢要自己好好关注，提醒自己。他有时候不一定会提醒你了，好吗？他会要让你自己关注，自己寻找，你才能找到我的直播间。加油！我要越来，好像越来越难找到。他说怎么奇怪，我关注刘教练却刷不到直播间。加油，你可以的，只要你用心，一定可以达成的。OK， 我们前后左右前。后、左、右，再一次，一、二、三，数 one more time， 脖子动一下，尤其改善你的有没有后面有富贵包的，也要常常活动你的肩颈，来头转，往上转一下，左边、右边、左边，再一次，很好，右边，头脖子，哎，很好，调整一下呼吸。很棒，肩颈动一下，胸、背、胸、背，双手叉腰，挺胸，合起来。对，我们再一次，挺胸、驼背，挺胸、驼背。来，再一个，让你的肩胛骨跟你的胸骨展开来，做到最大，抬头挺胸，跟着一起动起来。再一次 ，five, four, three.two, one， 很好，深呼吸，一口气，右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上上下上下，再一次上下，大人小孩一起练起来，你站或坐都能动，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至少你激活一下你身体的肌群，你就表示会有了，来。上上下下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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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肩膀转，再一次看我的手转 OK， 我蹲一点点，对，手旋转，哦，旋转手也很酸哎，对，让你肩膀的肌群一起旋转起来，再一个，跟着我们一起来 ，Come on！ 欢迎大家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哦，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虽然我知道现在都几乎是有设关注的人，在我们的当中，如果你是新进来的，赶快设一下关注，跟着我们这个大家庭一起动起来。来，左右 ，Go！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再一次转肩，对。很好，跟着我们一起左右转动，激活你的身体，动作简单不难，只要你愿意，赶快跟上来 ，Come on， 呀、yeah ！怎么这样转也很酸？好，最后一个，今天做一个变换动作，就是臀部后左右，我们前后左右前，对，后对左，很好，右，再一次。前后呀、yeah, 左耶、yeah, 脚可以踮起来，这边对，再一个前后左右，再一次前后右左前后右左前后右左，快的来喽，前后右左前后右左前后右左，跟上，再一个，前后
右左前后，前后右左跟上来，右左给自己鼓励一下。如果没有人提醒你一起来跳，你也带着别人一起来跳。Let's go， 左右，右脚左脚，很好动作，保持节奏，跟着音乐，音乐可以吗？可以的，可以帮我刷，可以。需不需要再大声一点点？你们自己听一下你们手机的音量，可以告诉我好不好？左右摆动，但摆动不要没有感觉，不要好像失去了灵魂，就只是身体随着在动，要有感觉的。加油，充满着活力的，充满着盼望的。 Let's go， 手上，对，加油，一起跳起来，手刀往上，一起彼此鼓励，在每一次运动跳操的时候，很好，再一次感觉想懒懒的，我们陪着你，哈哈哈。如果你犯懒，赶快来我们直播间，先看着帮我们按赞，我相信你会在这个当中被我们的热情所感染，你就会开启你无限的可能的人生。 Come on， 你是天生赢家，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无可取代的，加油，是不是你们在跳操的时候就要一直听到刘教练这样碎碎念才跳得下去。右转，右手，左手画圈，跟着我们一起，再多的烦恼忧愁，此时此刻将它抛到九霄云外，跟着我们一起来。今天要让你拥有快乐的人生双手，我跳一跳，我就把烦恼跳走了；我跳一跳，忧伤就离开了。脑内飞多巴胺刺激我，让我充满快乐的因子，快乐的 DNA。右手上，嘿，嘿，嘿，我是得胜者，嘿，呀，我是天生赢家，嘿，嘿。呀，嘿，好，嘿，嘿，嘿，双手，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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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再一次，嘿，嘿，嘿，加油，呀，呀，呀，交叉，各位有没有感觉了？每当在举手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是一个第一名，你的人生不会这么平凡，你有无限的可能等待被挖掘。上，加油，跟着我们一起来。下，很好，就是这样。上，跟着我们一起开启你无限可能的人生，就在今天，我们一起热起来。嘿，嘿，嘿，呀，呀，呀，天生赢家，哟，就是我，呀，呀 ，Come on， 呀，呀，你是不是天生赢家？是，我是，对，加油，呀，呀，呀，跟着我们起来，就在今天，不要错过这个直播间 ，Come on， 呀 ，OK， 各位。老人有小孩，大人把他带起来，朋友们呼叫他们，让他们抬头挺胸昂首阔步，跟着我们一起改善圆肩驼背，扩胸夹背，再一次，很好，我们看，加油，有没有刚刷进来的跟我们说一下，喊一声哟好不好，来一起喊一下，一二三叫哟呀，我刚刚讲天生赢家，你们就要喊哟，就是我，你们要对自己有信心，你们有无限的潜能等着被发挥。再一个，打开你的双手，手背碰手背，我相信你们能够在每一次跳操的过程当中进步一些些，改变一点点，让你们越来越好，越来越棒。 Let's go， 上推下拉，加油，跟着我们一起， Come on， 在一个充满爱的直播间，我们要分享更多的爱和快乐给你，欢迎你一起进来， Come on， 让我们一起创造一个美丽的天地，美好的天地，
就在直播间里，你跟我虽然相隔千里，让我们透过直播，我们彼此传达。Come on， 加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2、2、3、4，五、六、七、八，很好，再一次往前一点 ，baby。Come on， 加油！我们从头一起跳一个 ，Go， 扩胸夹背，手心向上，挺胸夹背，再一次扩胸夹背，对。当你有什么烦恼、什么忧愁，在跳的过程当中，跟着我们一起呐喊，来，一、二、三，叫，哇，呀，手心向上夹着背，看着我夹什么动作，跟着做，动作准确，效果加倍。对，除了看我，要看自己的动作哦。打开，手背碰手背，打开来，调整呼吸，很棒，就是这样。再一次，加油。吸气吐气，手背碰手背，来，上推下拉，抬头挺胸，注意一个点，手背有没有碰耳朵，你看一下你的手背有没有碰在耳朵的旁边，如果没有，请你碰耳朵，一碰耳朵你会觉得整个动作变得更酸爽，更过瘾，感觉更有效用，就是这样，跟着一起来，抬头挺胸，背挺直，来，前后一个，怎么样？你想要跟我一起啊？我想要你做跟我一样，你不要老是做跟我不一样，停下来一次。你知道不行？对，我要跟你互补，就是要跟你不一样。好好好，可以，来拉一下，再一次，前后拉像射箭一样。那你把动作做对，手不要放下来，对，很好，就是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呀！调整一下呼吸。脚点地，往前踢，加上跳踢，慢慢把你下半身暖起来。左右，动作简单，跟着我们一起来。抬头挺胸，感觉跳操起来有暖暖的好舒服的感觉，对不对？对不对？没错，就是这种感觉，舒服，可以吗？有人在刷什么真辣真好吃的，要不要？你以为这么简单就会诱惑我吗？我是不会的，因为我已经吃饱了，而且我没有那么喜欢吃辣。哈哈哈哈，踢腿，来跳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而且男孩女孩们都是经过试探诱惑的，你们不要小看他们，你如果太用力的话，他们有可能就去买火锅了。再来一次，往前踢，动起来，动作简单，不会太难，往前踢下，抬头挺胸，用你的腹部出力，对，再一次，脚尖落地，不要脚掌落地，对，一起跳一下，来，屁股向后坐，左右往外颠，360度立体，3D 呈现，让你清楚知道刘教练能自动为你看全面。再一次，左右背挺直，背挺直，你看一下你的动作是否跟我一样，如果没有没有关系，慢慢越来越像，好不好？拜托，一起左右踢，左边右边踢起来，手往下，腿往上，跟着我们一起左右开弓，烦恼忧愁踢走，对，快乐留下来，喜乐留下来，充满希望，开呀，开，烦恼丢开，哎呀呀呀，就是这样，这个冬天我要变得不一样，从现在开始跟着跳，脚踩，调整呼吸，鼻子吸气，嘴巴吐气，吸吐，吸吐，再一次吸吸吐，我把脚踩后面，前面左右后面都要暖一下，全身部位的肌群一个一个激活，欢迎你跟着我们一起来，专业的教学，科学的健身，我们把明星的图上面一起放的轮流轮播，让你看到有多少名人达人都在这个地方得到改变，在这个当中享受跳操的快乐，好不好？欢迎你一起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你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跟着我们一起来，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脚踩后面，待会打开来，加上肩膀的旋转，5、6、7 Go， 肩膀转用力一点， Vivi 不够用力，肩膀往前往旁边坐坐，对呀，再转一点，左右，对，左右，很好，转，很棒，打保龄球，脚往后，对，定格。全程雕塑，先来暖身，屁股向后坐，左右动起来，在这个时候腰背挺起来，不要害怕，左右这摇摆，再一次，很好，看我的脚的动作，你的下半身是否跟我做一样，这很重要，动作要做对，效果才会加倍，加油， Come on， 一起来，我不是跳有氧舞蹈，我这是健身操，所以呢鼓励你把动作标准觉得会，二头手筋向上，对，我下半身不变，上半身持续摆动左右，很好，调整呼吸，就是这样，来，手上来，手肘向前，手心向内，拳眼向前，握拳摆动，来，跟着我一起动一下，左右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下上上，再一次跟着我们动作一起 ，Come on， 就是这样，跟着节奏音乐跳起来，二头手心向上，再一个左右变换，下半身不要站起来了，蹲下来，蹲下来，对，保持蹲着，你才会觉得累。才觉得酸爽，很过瘾。手肘向前，呀、yeah ！再一次 ，Come on， 跟着一起动起来。很多的朋友越来越多，一起加入我们，欢迎你 ，Come on， 加进来，一起跳起来下上，跟着这快乐的直播间，一起享受燃烧卡路里，燃烧体脂肪。Come on， 1、2、3、4，五、六、七、八，下下上。OK， 左右调整呼吸，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简单，只要你愿意赶快跟起来，在这个当中刚进来的是关注，让他提醒你每一次跟着我们练起来，这个冬天将要成为你改变的一个季节， Come on， 一起来跟着节奏嗨起来，二头三头下上， Let's go，手心向上，再一次，很棒，就是这样，三头呀，跟着变换，把你的蝴蝶袖拜拜袖甩掉， Come on， 来下下上上下下上上，很好，再来一次，来1、2、3、4，5、6、7、8，下下上上呀，调。全身的一个激活暖身操，你一起动起来，大人小孩听到音乐都觉得很喜欢，我相信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当中，跟着我们一起暖起来， Let's go， 前后画圈，前画圈，后画圈，很好，就是这样，前画圈，后画圈，来左右双肩抬平，抬平哦，双手绕圈圈，对，很好，来一步一步跟上来，下敲敲，会倒下还是站着，先开心的一起跳起来吧，左右开盘，左出牌，右出牌，很棒，就是这样，手来向后蹲，腰背挺起来，蝶式一起滑起来，看一下我腿部的动作，然后不要这样做， OK， 不要低着头，抬头，对，跑跑跑，
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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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孙子打开 OK、啊、每一个动作都学会了吗？如果还不会没关系，我们再来练习一次，很简单，量循序渐进跟上来，前画圈后画圈，看我的脚前后。对，在直播前的朋友们赶快加入我们，左右一起跳起来，双手绕圈圈，很棒，就是这样，来下敲敲上敲敲，下敲敲上敲敲，很好，来一起来，动作不难，只要你愿意跟上来，放下手边的工作，来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让你的精神状态更好，身心灵更舒畅。来，屁股向后坐，腰背挺，胸挺起来，也是耶、yeah, 肩膀也活动到了，臀腿也练到，很好，就是这样，身形越来越好，体态越来越棒，我开心的开心的跳起来，开心的开心的，孙子，小七有一天会变凤凰。哦呀，蹲着是为了要跳得更高，休息是为了要走更长远的路，不要害怕，不要紧张，要有信心，加油哦！肩膀动一下，呀，嘎嘎咕嘎咕嘎咕，准备变凤凰！哦呀！啊！跳！再一个！跳！跳！小七也会变凤凰！呀、yeah! ！给有空的按赞，没空的开始跟着跳。来，准备，手画圈，来，再一次，画圈，大力水手上下，对，我们再一次哈，手画圈，对。对，这上下，对，脚 ，Let's go， 往右，往左，甩个，很好，跟着动起来，扩胸运动，打开左右，对，舒不舒服？像我的手，不要随便乱开，角度要一样，左右，这都有学问的，专业的指导，科学的健身载正，左右跳动，脚打开来，比比要跳开一点点。你没有跳开来，教我手画圈呀、yeah, 往前站一点点 BB， 对，很好，再一次 one more time， 加油 OK， 接下来我要你的手部肌群训练起来，雕塑你的手臂线条，让你的蝴蝶袖白白袖通通被甩掉，换姿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左右，很好，跟着我们一起开心跳叉，全身动起来，扩胸，看一下我的手的角度，对 ，Vivi， 你看一下你跟我一不一样，左右，你看他还看不太出来，哎，这个动作做的比较好，但后面跟不上，跳起来，左右重心交换，你没有交换，对。好，待会我要再教一下。哦耶，大力水手，一起比一下。One more time。哦耶。很好，来，再来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换个姿势，我们一起再来跳一次。来，一、二、三、四。五、六、七。最后随手怕谁，手很酸对不对，酸爽就对了，再一个，手不要放下，持续动起来，再一个，最后一组了，加油，很高 Last one， 准备 pose，
我要夏天会比较快一点点，跟着我们起来，一起热闹起来，右手上。左右，眨眼睛，跟上来的跟上来，跟不上来的先看一下，再一次，左右，对，跟着我们慢慢动，把动作跟上来，一步一步，右手举起来画圈，左手蹲着往上，上左右，再一次上上左。右来，举起来，右手，一起扭一下，再一次，左边，二头，换脚，屁股，我们再一次，右手，一起扭一下，再来扭一下，很好，屁股推出去 ，OK， 很棒，左右，调整呼吸，左右脚。再踩一下 ，OK， 一起来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Go。眨眼睛，再一次。过瘾。举起手，来，再一次左手，来蹲着上下，左右，再一次，来冲冲冲，跟着扭一下，再来扭一个额头，左右，屁股，很好，再一次，屁股扭一下。再来扭一次，屁股，来自由式，调整呼吸，跟着我们一起游一游，准备仰式，自由式加速，脚 ，one more time， 自由式，很好，来脚再一次。冲冲冲喽！来，一起扭一下，很好，手心向上，屁股向后，屁股扭一下，再来扭一次，屁股 ，Yeah。可以抬高，往下，再一个，换左边，帅气的，再一次，稳定的 ，Go， 胯打开，二，胯打开，四，胯打开，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右脚踢起来，很好，就是这样，左边踢起来，跟着一起踢后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跟上了吗？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复习一下开场，核心稳定的，腿抬高，我们再一个。如果你刚开始进来，你不用蹲得太低，如果你可以，就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如果不行的，你慢慢做。不要着急，跳一下，有穿运动鞋的，有跳操垫的，跟着一起 ，Go， 一、二、三，从头再一次，很棒，就这样的感觉，跟着我们一起动作，你熟悉的，一起全身燃脂，全身雕塑，腿抬高，高过九十度 ，Come on， 我们再一个，就这感觉，抬起来用腹部用力，吐气，来侧边。脚踢前面，不要在后面，不要在后面，踢前面，再一个，脚踢前面，看着他，在这边换左边，左边前面，B
不要在后面，你看我在哪。很好，后面左右，再一个，跟上来，加油！跟不上的，你可以放慢动作，来吸气吐气，你可以放慢动作，跟着我们跳，没关系。动起来，很好。再一次，我们这已经是进入到燃脂的阶段，所以你刚进来的，不要着急，循序渐进，量力而为的跟上来 ，Come on， 加油！就是这样，一起来，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腰间的肥油，咔咔掉，很高，我想要，后面，加油，最后，可以 ，Come on， 再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调整呼吸，嘴巴吐气，从头跟我。可以练一下，抬起来，往下，再一次往下换左边，很好，再来，我们跳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 ，OK， 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动作，来侧边的往前踢，侧边的踢哪里？踢这里，来，对，踢起来，侧边的，对，来做好动作，来再往前，这里，所以大家记得动作做起来的时候，你的腿是在这里，你的腰间的肥油在这边就卡住，你看它就会卡起来，来站好，扶着我，来缩起来，所以这里是九十度的哦，这里从这里到这里是九十度的。所以你就是一直没有练到这个，你的人鱼线、马甲线就出不来。你看我的动作，你还搬我开，你看我抬起来，对，搬起来是在这个动作，所以这里刚好是踢到这个地方。那你上来的时候，所以大腿先提起来，你看大腿提起来，先这样提的时候往上，提的时候往上。所以很多人都踢在后面，你是练不到这里的，你像只有踢到这个地方，效果是不好的，练到腿后而已。你要练到这侧边的腰间的肥油，就是要这样练，好吗？然后一心的这个动作很简单，是左右一样是跳，然后最后我们变的是踢腿，一、二、三、四，坐下来之后我们交换两边，拉出来，再来右腿踢就好了，不变腿，不变腿，就是右腿踢而已，一、二、三、四，踢起来，然后再拉回来 ，OK， 所以动作也很简单。鼓励想要跳的，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玩一下，好不好？刚刚大家有没有刷友啊？还没关注的设下关注。如果你觉得想要跟我们一起玩一下快板的，你就玩一下；如果你还刚进来的，一下快不了这么多的，你原地踏步就好。好，原地踏步，调整一下呼吸，看着我们来跳一下，看着我们一起来玩一下，好不好？来，灯光音乐稍微变一下下，好不好？来，跟着我们一起来加快板的《本草纲目》加麻婆豆腐。来，张艺兴演唱会版本，灯光，这时候我是不是出场了？升降舞台，哇！快，加油！再一次。也太快了吧！来，跟不上啊！上面，左右，很好，踢腿，踢腿，踢腿，最后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好吗？
地踏步，让我们一起忙起来。呀，调整呼吸，很好，再一次，左右，右脚，右边手到，左边手到，动作简单不难，跟着我们一起循序渐进跟上来，开脚，呀，嘿，嘿，嘿，加油，单手胜利。有没有？我是天生赢家 ，winner。嘿，双手，双手，嘿，嘿，嘿，不要麻烦了，往外，再一次，很好，就是这样子，动作是不是简单？跟着一起，很好，要大家跳一下踢腿。一二，手放前面，五六七八，手放胸前，一起踢起来，单脚开合跳，横搞就是这样，跟着我们一起，全身燃脂，全身雕塑 ，Come on， 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当中，记得是关注，每周三次，我们一起跳起来 ，Go， 右手往上，动作简单不难，赶快新来的也可以。一起跟上来，双手往上，加油！哦呀，很棒！让我们的脂肪通通忙起来。右手晃，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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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手往上，嘿，跳一下，呀，嘿，嘿，叫出来，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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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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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左边 ，One more time， 很好，再一次，来右边跳一下 ，Oh yeah， 来踢腿，请准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单脚开合跳，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跟着我们的感觉走，跟着音乐热起来 ，Come on， 让我们的脂肪燃烧。让我们身形更好，全身燃脂，全身雕塑，再一次，加油！右边，左边，右边，左边 pose。嘻哈。呀！给自己。来 ，Let's go。再一次，来胸，很好，一起来，胸背练一下，臀部往后，往左往右，对，屁股往后挤，往外扭一个。我用不同的视角让你们开会动作，左右，左右打开，很好，再一次，加油，再一次，来准备，摇起来，耶、yeah ，很好，就这样，跟着一起。摇起来，蛇腰，来 ，OK， one more time，Oh yeah， 很好，定格胸，你看我的胸怎么动的，胸背，臀部，往外。摇一个，摇起来，左右 ，Come on， 很好，再一次，左右，很棒，来，扭大一点点 ，Vivi， 扭大一点点。
手背对，打开来，副歌左右，你不一定要前后，但你要右左右左，不要前后，不要前后，对，最后 pose。 哎呀，就是那么帅，预备 let's go、come on， 充满活力呀、年轻人像年轻人，中壮年像中壮年， come on， 来哈，走起，再次 come on， 哇下，我下勾拳，哇下，我加速，燃烧卡路里，再次，哇哇哟！燃烧体脂肪 ，Come on！ 我加速燃烧，燃烧卡路里 ，Come on， Come on！ 加速燃烧你的体脂肪 ，Go！ 调整呼吸，手放头上，预备，好，嗨起来！在等什么？叫起来 ，Come on！ 再一个，呀呀呀！充满热情，热血沸腾，全力以赴，击破困难，加油！呀、yeah! ，就这种感觉，有没有？那种青春活力，充满在你的身上，年轻人眼睛发光发热 ，Come on！走起，加速，再次 ，Go Go， 走起，我加速 ，One more time， 很高，走起，我加速，再次，最后一个，全力以赴，加速，不要。节奏一起跳起来好吗？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Come on baby， 左右，这时候我的声音要变成，要不要来点夜店的 feel？ Yeah， 夜店的 feel 他们不会，他们那个灯光红红黄黄啊。调整呼吸，鼻子吸气，嘴巴吐气，额头往上举，再一次，手心向上 ，One more time， 甩掉你的蝴蝶袖、拜拜袖，好不好？可以吗？来，持续跟着动，手心向上，左右摆动，屁股记得向后坐蹲，蹲下来，对，不要忘记，很好，我们换个动作，准备，手抬起来，手肘向前，左右摆动，再一次。One more time， 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很好，跟着我们动作，循序渐进，跟上来，二头 ，Come on， 加油，手心向上，左右摇摆，跟着音乐，能不能嗨起来？头左右摇摆，头比比头，下上，手放上面的时候头要摇摆，把你的头脑晃一晃，醒起来，不要再懵懵懂懂了，让脑袋清楚，向前迈进，左右，来，我们再来一次，二头。再一个，左右调整呼吸，吸气吐气。我们这个动作手部的，是帮你甩掉蝴蝶袖、拜拜袖，所以麻烦你跟着做。
下盘改善假胯宽，同时让你臀腿的线条跟腰部的线条更好。所以你一定要立起来，屁股向后坐，不要站着，蹲下来，很好，就是这样，跟着动作，我们重来一次。 5 4 3 2 1 GO。来，摇头晃脑，来一个，跟着摇起来，下上，再一次，二头，来，摇头晃脑，呀，再一个，哇！呀、yeah. ！走起来，调整呼吸，鼻子吸气，真的要走起来。在音乐当中跟着我们一起走，我们手牵手一下，我们要走这样子啊，交叉步，一起啊 ，OK， 一二三四哦，好，一二三，开始哦，往前一点点，慢慢的走向你，慢慢的走向我，小青蛙。往外打开，外旋，膝盖碰手肘，左右收割了，指着梦想朝他迈去，再一次，很好，跟着一起指着梦想朝他迈去，开合，开合，开合，蹲，跳，再一次 ，One more time。脚交叉 ，one more time， 交叉，抬起来 ，hold 住，停住，稳定，很好，再一个，很棒 ，OK， 动作就这几个动作，如果你新进来的，慢慢跟上来，会跳的，使尽你吃奶的力量，我们一起把它跳好，最后一手操，来手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往外。大树，待会要放歌，要放那个见证。再一个，左右，把影片准备，内容准备。我待会有一个故事要分享给大家，来开合，开合，开合，蹲，再一次，蹲 ，one more time， 很好，来跑一下 ，hold 住，很棒，再一个，很棒，停住，让你的腹部抬头挺胸 ，hold 住，开合，蹲。开合，开合，蹲，跳，再一个，加油，不要放弃，坚持一下，很棒，加油！我知道这次会有点累，最后一手了，加油，你可以的，坚持住，走一下 ，Come on， 加油，调整呼吸，很棒，来手上一。1 2 3，开合，OK， 再走一下，调整呼吸，走起来，最后了 ending 了，吸气吐气，享受美好的跳操时光，再一个 yeah， 手上 yeah， 最后加油，很好，你坚持住了，耶、yeah. ！OK， 给自己鼓励一下。
明天会给大家讲，好不好？不着急，好吧？好吧，来，我们一起来拉伸，然后记得还没有点关注，先点一下关注，然后点亮一下灯牌，然后欢迎大家需要拉伸哪些部位，来公屏上 Q 一下，好不好？好的，公屏 Q 一下。好，声音有吗？有的，有的，有声音。嗯，想拉伸哪里？公屏上 Q 一下，好不好？累吗？觉得今天累吗？今天是这个 Happy Tuesday， 累不累？是不是？拉。帅哥在哪？你们真的是太棒了！大家果然是比较喜新厌旧的感觉，好不好？来，我们再让我们先从颈部开始拉啦。好，来。对，你看旁边那个刚来面试的笑得那么开心，来把我们的这个手放在屁股的下方，然后把它压住，承接。先从颈部开始拉拉我们的腿，好，脖子往侧边倒，收下巴。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哦，棉服，棉服，对，棉服。背挺起来，不累哦。哇，大家体力都有这么大的进步，是不是不累？好，我们先从我们的颈部开始拉伸哦。然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尤卡吊直播间，记得帮我们点一下关注，点亮灯牌。等一下晚一点，我们会给大家送一些非常暖心的小福利，所以大家一定要点关注，点亮灯牌。好，不要全是地上，我就偏要地上。好，背挺起来，换到另一边。好，好，撑肩挺胸，没关系啊。大家有时候，你知道，就算再帅的面孔看久了，还是会想要看一些新鲜的，这个我能理解。等一下我们拉伸结束之后，我们请来，对，我们会把他请上来一下。他才是真正的小鲜肉，等一下看一下他有多鲜。重点是他好高哦。对，他应该有185、186吧。七九。哇，187，这是我梦寐以求的身高。不是以后谁跟他搭直播很难，因为这个镜头很难带。我想那也要找高一点。哇，我们哎、欸，以后搞不好以后来菲欧卡吊分享的这个嘉宾或什么的，这个身高可能都有考核规定。好，承肩挺胸，就感觉到我们整个侧面的斜方肌哦。今天冷不冷？大家觉得冷吗？今天觉得冷的扣个一。然后赶快跟我们拉伸，记得把衣服穿暖哦，把这个水稍微补充一下，好不好？特别是冬天，每次都觉得喉咙很干。有人说坐下比较好，哎，好可爱，好有道理哦。会不会坐下来坐下之后跟 T 一也差不多高？我觉得会。我的小侄，他不冷啊？不冷了、啊，不冷，广东还是很热，是不是？短袖。好，来，我们拉伸完我们的斜方之后，我们把我们的颈部前侧还有我们的胸部手臂一起拉一下，好吧？我们就稍微侧过来一点点。欸，为什么我们今天穿的是全黑的感觉？对啊，我不知不觉我也穿的全黑。来，手两只手头往后放哦，然后把你的屁股往前走一点，手伸直，去感觉到你的肩膀前侧还有我们的胸、我们的二头肌的位置，拉伸一下。好，深呼吸。好，背挺起来哦。很多人在的地方都有地暖，对不对？哎、欸，我蛮好奇有多少人现在是在偏北方一点，然后家里是有供暖的。如果有的话，扣个一，好不好？如果你在南方，就是室内比室外还要冷的这种状态的话，帮我们扣个二，好不好？然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菲欧卡吊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点亮灯牌。我们再拉伸我们的肩膀，深呼吸。把胸挺起来，哇，很多北方的也都扣一。你看二什么区别？这样让我好不专心，好想看一下。深圳27度。哇！但是我跟大家说，这几天温度下降，其实有一些地区也开始要穿一些这种保暖的这种棉服了，是不是？有没有南方的地区开始觉得这几天有点冷了？大家一定要特别保重身体，好不好？哇，你会觉得二号是那个扣子还有防风条的不一样？等一下我跟你们讲解。有啊，他说哈尔滨室内温度20几度，长沙25度。嗯，哇，不冷还要穿短袖。好，然后我们再来拉伸一下我们的这个侧面的背部跟腰，可以吗？然后我们要把脚稍微叠一下，手抓住你的一只脚，然后把你的另一只手往侧面这样拉伸一下。对，哎呦 ，BGM 好评，
拉伸一下，把手往前延展，好，然后肩膀放松，去拉伸到我们的侧面的背部跟我们的腰。对，大家记得，就是新来的，我看今天有蛮多新朋友的，记得左上角帮我们点关注，加入粉丝群哦。我们的247都会在这里陪大家拉伸，对，欢迎大家。冬天哦，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对运动的积极性确实会比较低一点，但没有关系，鼓励大家还是要可以持续跟我们一起来拉伸，让你今天的状态可以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放松的感觉。玉轩教练是不是即便没跳操都应该拉伸？对，我觉得这因为其实因为我平常一直有在带大家拉伸，那我都会告诉大家，就是说不要想说啊，因为没动就不拉，有时候你运动完如果没拉伸，更容易造成肌肉紧张，而且你会延迟性的乳酸堆积，就是会酸好几天。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话 ，Q 个一，换到另一边，有点麻，对不对？哦，有点麻。对，正常。真的是有点麻，你们麻了吗？好。哎，他们手也麻了。麻正常。好。哦、我穿的身上这件好热哦。你肯定热，你这件是那个猫咪绒的耶。超热的。好，一起来拉伸侧面。欢迎大家。对，做的时候呢，尽量去感觉到你的手指头是往你的这个斜上方45度去延展，然后身体往侧倒，所以你会感觉到你的背跟你的腰有一个拉伸的感觉。手扶住你的小腿，深呼吸。欢迎大家，晚上好。慢慢的回正，因为很舒服。活动一下肩膀，热、不行，感觉快流汗。你穿这个毛毛绒的，你肯定很热，超热，而且触感很棒。好，来，接下来我们拉伸一下我们哪里？拉伸一下，紧接着拉伸我们的臀跟腰，好不好？好 ，OK， 好，我们要侧面腰哦。对，来，单只脚90度，后面90度，好，背挺起来，这样可以哈。好，记得坐的时候啊，我们的小腿是跟我们的胸是一个平行的状态，膝盖是90度，背挺直，然后吐气，身体慢慢的往前，尽量让你的胸口或是肚脐可以靠到我们的小腿，这样，不好意思，这个镜头显得我腿好短，是不是要远一点？对，这样可以。好，有在跟着一起拉伸的扣个一，好不好？然后欢迎大家晚上来到肥油卡拉丁直播间，我们247的晚上都会陪大家一起来拉伸哦。然后记得大家一定要重新点亮关注，点亮灯牌，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一阵子你的关注突然就被取消了，所以大家重新点一下关注，点亮灯牌，好不好？跟我们一起来拉伸一下，鼓励大家，特别冬天可能大家运动少，更需要拉伸。因为如果你不活动你的身体，血液循环比较慢，你会发现身体会各种僵硬啊，不舒服啊，会觉得有身体很重很乏力的感觉。背挺直，好，慢慢起来，换到你。T T 姐还好吗？我很好啊，我感觉你快睡着。对，不想着。你们拉着有点想睡觉了。帅哥在旁边啦，你们等一下就好。对，帅哥等一下会请他出来，好吧？好，身体往前。喜欢哦，张杰的音乐。好 ，OK， 记得哦，你的脚膝盖弯曲90度，然后把你的小腿跟你的胸是平行的，然后慢慢往前。Hello， 欢迎大家晚上好，一起来拉伸。B420的问题，等一下我帮大家回复一下，大家先稍等等。对，拉伸多久？我们今天大概会拉到九点十五。哦，九点十五。嗯，对，再10几分钟。对，衣服好穿吗？好穿，蛮暖和的啦。对，把我们背挺起来。我都趴下来。深呼吸，很棒哦，大家。冬天大家坚持一下，因为这几个月之后，你又会再穿你的短袖跟背心，对不对？对，过年的时候过完之后就春天了。你就要开始展露你的身材，所以大家姐妹们兄弟们坚持一下，好，背挺起来，好，正面给大家看，我们要做一个膝盖跟我们的脚的转髋的动作，它可以同时放松我们的腰跟我们的
屁股的肌肉哈，脚稍微屈膝90度，然后往这边压 ，OK 好，一起来，吸气，对，睡着有没有感觉很舒服？对，背挺起来，转，对，把你膝盖往下压，吐气，尽量去感觉到你的膝盖两边都可以平均的压在地板上，你会发现，哎，某一侧的腿髋部很紧，背挺起来。吸气，对，跟着音乐的节奏，跟着我们一起来拉伸。吐气，欢迎大家晚上好，来到我们Vio Cardio直播间，点一下关注，点亮灯牌。周二、周四、周天的晚上，我们会陪大家一起在Vio Cardio拉伸，然后也会给大家分享很多冬季可以给大家带来温暖的小物，跟我们的一些福利哦，所以大家记得要点关注。我们刚问出那个猫咪绒啊，猫咪绒就是很像你在家里撸猫的时候的那种软软绵绵的感觉。玉轩穿的就是这个，对，我身上穿的就是猫咪绒，猫咪绒很舒服。晚上好，好摸，对，那个毛毛很好摸。生日快乐呀！很酸哦，很酸。好。坐着拉伸的话，可以拉到比较深层的肌肉，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方式，我觉得鼓励大家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在垫子上拉伸，好不好？然后我们接下来想拉伸哪里？公屏上 Q 一下，好不好？腿是不是？我想拉。好，来，好，九号链接暖和吗？是六吧？sorry， 六。腿脊柱、哎、很暖，我也是腿耶。好，来拉一下腿，一只脚往后搬，背挺起来。好，身体稍微往后靠一点点。好，这样。对。抽筋了。欢迎大家晚上好。如果你觉得压着这个屁股压到你的脚后跟有点不舒服的话，把你的脚后跟往旁边移一点，背挺起来。感觉到大腿前侧、你的小腿前侧、你的脚背的位置，这些位置都是平常你们蹦蹦跳跳啊、做跳操啊、做肌力需要放松的肌肉，背挺起来。八段锦是我们张峰教练，可以躺下。如果觉得拉伸的感觉不够强的话，可以 TT 姐让他躺下。好，对，是拉的不够多。对，你可以像 TT 姐一样躺下，好不好？背挺直，深呼吸。哎，你们觉得我们这个新场景漂亮吗？漂亮的帮我扣个漂亮。对，我们有要这种冬天的这种温暖，跟一种爱的氛围，给大家的这个。背景，我说好多人都扣漂亮了、啊、你看这个 TT 姐就是三天三夜都没睡好，就为了这个搭这个景，就是想要给大家冬天的时候仍然在各个方面都有温暖跟健康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换了一个景。对，很多人问说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挺帅的，等一下会给大家哎、欸、还有吗？要不我们放一号链接好不好？玉轩的没有啦。小布，你可以放一号链接吗？玉轩的这个衣服，我身上这款是那个我们的猫咪绒，穿起来的这个很舒服很暖，摸起来的质感非常棒。好，要跟我同款的话，我们给大家上一下一号链接。好，换到另一只脚，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Vio Cardio，赶快来拉伸一下大腿前侧，脚往后搬，背挺起来。我们如果坐着没感觉的话，也可以直接躺下哦。对。什么王玉轩？陈呐、啊，陈呐、啊啊，泡脚桶哦，好用。那次来分享的时候，我就整个爱上了。然后对，晚一点还会给大家发送几个小福利啦，好不好？就是很好用的泡脚桶，还有这个泡脚的，这叫泡脚包。对，嗯。其实我觉得冬天泡泡脚真的是很舒服。对，很舒服。因为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一点一点的东西嘛，所以它可以让我们全身都暖和。什么 TT 也突然他在拉好不好？我在拉、啊、其实你看不到他的脚，你看给他移一下，这么多他在拉，他在拉，很像很认真在给大家，我在给你们示范两种不同的方式。太可爱了。今天有蛋白棒吗？好像蛋白棒，因为这最近太热卖，好像这个有点预售15天。对，预售。你能不能把我预备那个明天早上我们要卖的日播的那个给他们上个50单？好，这样
大腿后侧拉一下，好不好？一只脚这样弯曲，背挺起来，勾着脚尖，小腿在地上，背挺起来，然后呼吸，吐气往前，尽量可以让你的手可以的话勾在你的皮肩，要往后走，原本看不到你的脸，不然大家会又以为你在偷懒。我在偷懒，我肯定有偷懒。你看，哎，有没有？那个莓果棒我把它放在三号链接，是明天早上日播要卖的。对，所以如果你们那个，谢谢姑娘，谢谢大家。那你们要的话赶紧去拍，我明天早上再去跟工厂追库存，因为那个莓果味的真的好夯。对，因为那天我自己的直播间也在分享，就整个就是卖空。嗯，刚刚有人说我的同款上衣上链接了吗？好，我同款上衣这个猫咪绒的很舒服，它是哦只有上衣吗？还是一套？三件套，对，三件套。等一下后面会给大家展示，因为刚刚有人问哈，就是在我们的这一号链接。一号链接。哇，好酸哦，酸不酸？酸。大腿。大腿后侧。对，大腿后侧。男女同款，然后尺码都有，男生的尺码跟女生的尺码都有，你需要可以直接去拍。玉轩身上的这个猫咪绒呢，玉轩穿的是黑色的，对，然后也有那个米白色的，卡其色，好看，两个色都是好搭好看。那我觉得重点是它的那个手感，对，超级好，很舒服。换脚，晚上好，欢迎大家。拉不到脚趾的话，你可以拿这个弹力带啊或毛巾勾住你的脚，如果拉不到放小腿也可以。欢迎大家，很多新来的小伙伴，记得帮我们点关注，点上灯牌，跟着玉轩教练 TT 姐一起来拉伸一下，好吗？欢迎大家，晚上好。对，小腿紧。有人说，刚刚有人说这个刘教练在上课的时候喝的这个绿水，绿水，那个小徐帮忙准备一下抹茶，抹茶粉，帮我泡一下嘞，我也正好口渴。对，小腿后面很疼，对不对？嗯，很酸爽哦，深呼吸。欢迎大家晚上好，记得帮我们点关注哦，因为 很多时候你久没有跟我们互动，关注会不小心被取消，你要重新点一下。对，有时候直播的时候就没有提醒，所以大家可以点一下。电解水今天有吗？有啊，电解水也有，直接链的直接去我们小红车买，十三号链接电解水哦。我跟大家说哦，冬季最好不要只喝水，你还是要喝电解水，因为它补充我们的水分吸收快，懂我意思吗？所以你会发现比较不容易喉咙干，像你平常喝水喝不多，你冬季你发现喉咙超干，特别睡觉起来，像我就这样子，我的嘴唇也会超级干，四边都干。对，好，来，我们最后拉伸一下，我们的。好，小腿好，哎、欸，哦，大腿内侧，好不好，大家？佩奇，你等我一下，我拉完伸之后跟你说一二三的区别。好，双手抓住我们的脚趾，把两个脚底板相对，把脚跟再靠近你的胯部一点，往里走一点点，双腿打开，我背挺起来。好的。好，尽量把两个膝盖这样向外撑开，做动态的。好，吸气慢慢起来，好，吐气向外打开。好，很多女孩子可能做这个拉伸会觉得感觉不明显，但它不代表没有效果，因为你的内侧肌肉还是需要把它放松一下。有人说有浴巾卖吗？哦，浴巾我们今天有放在小黄车里面，还有那个这个垫子也在小黄车里面。哦，有人说今天在这上的课没找到地方，哇，大家一定要重新帮我们点关注，因为确实是最近有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系统还是什么的问题，就有时候你的直播没有显示，或者是你莫名的哎、欸、突然被取关了，或点不进来。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帮我们记得重新点一下关注。谢谢冯早早，背挺起来，谢谢虎虎。我们做个动态的合起来打开。今天有福利款燕麦吗？我们今天能上燕麦吗？9.9的燕麦，不是多的，你帮我问一下。嗯，再做两个，大腿内侧背挺起来。一和六哪个厚一点 ？Let me see see 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回答你们哈。一号比较厚一点。对，一号好了，刚刚很多人 Q 说他拉小腿，对不对？那我们给大家拉个小腿哈。啊，宝贝，燕麦片，你们，我觉得真的跟我们拉伸，真的立刻我就要到链接。燕麦片福利款9.9，你说几号？10号。10号。
帅哥等一下好马上来，好吧，大家等到最后哦，今天有福利就是帅哥，然后还会给大家冬季送一点温暖，因为我们还是要鼓励大家就是持续在跟我们运动，我觉得冬天是非常赞的一件事情，就是非常肯定鼓励大家的坚持跟努力，然后等一下我们会送一些些让你们觉得暖暖的小福利，好不好？拉一下，宝贝，一号跟三号的厚度是一样的，它是外套不一样而已。对，厚度是一样的。对，有小电解水，有上小黄车，可以直接去拍，好不好？如果抓不到脚趾的话，一样拿这个毛巾拉一下 ，OK 就可以了。嗯，酸不酸？宝贝，电解质水在哪里啊？看看哇，十三，小腿很酸哦，十三。有没有小腿很爽？我跟大家讲，冬天很多人就是不爱动，比较懒一点，或者是动的少，然后你拉伸又没有拉确实，因为有时候大家运动觉得很冷，就马上去冲澡，其实那个对你的肌肉恢复跟你的线条感来说会有一些些区别，所以鼓励大家一定好好拉。你看很多人拉小腿酸不酸？酸就扣一，换脚。小徐帮我丢过来好不好？谢谢。我的嘴巴会。麦堵了吗？堵，没有堵。你看很酸对不对？所以代表鼓励大家冬天你还是要坚持跟我们拉伸，即便说实在话的时候你会不想那么不那么想要动，但是你拉伸不要停，所以一定关注要点一下灯牌亮一下好吗？大麦好，不好意思，可能挤到了，现在可以吗？现在 OK， 我刚挤到这个，不好意思哈，刚刚这个，因为这个衣服厚度比较厚，比较暖，所以我手一摆过来就挤到。想要马丁靴，有马丁靴吗？有。今天给大家上了一个马丁靴。有人说今天有果蔬汁吗？果蔬汁是指这个吗？这个有呀。这个不是果蔬汁。不是、啊，这是青，不是。这也不是青汁，这是绿。我们的抹茶粉，什么绿？抹茶粉，这是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算是非常经典的那个饮品，抹茶粉。嗯，好。